1月22日晚，小 S 晒素颜美照，并称我是阿青了，拍得很开心，但我好想家哦，女儿都不会忘了我这个妈妈吧，我想念温暖的天气。照片中小 S 依旧留着一头短发，稍显凌乱，一脸素颜，皮肤白皙细腻，非常的漂亮。据悉小 S 此次拍摄的新版流星花园戏份已经杀青，网友看到此微博后纷纷围观，并留言称这张真的超美，辛苦了，期待你的表现。徐老三说，给我带礼物了没？最有勇气素颜出镜的女演员小 S 一个月减掉5.5公斤，还在脸书分享了与老公许亚军爱的晚餐，但餐盘食物全是水煮且分量极少，让众人傻眼。小 S 发文表示，每天都跟老公许亚军吃晚餐，夫妻俩就共用一张小桌子，留言笑称谢谢老公帮我煮营养餐，桌子太大就没有份儿了。结婚13年依旧如胶似漆，夫妻情羡煞众人。只不过他贴出的美食照内容完全是极简风，大盘子上只有几根水煮青花菜，2至3片菇类，旁边佐了几片肉，分量超少，且食物全都只用水煮烹调，看起来一点调味也没有。